想起来，我们还缺少一个重要的观众啊！嗯，我饿了，送饭去。我不吃了。妖也有不同，人也是一样。公子，我知道你拒绝二姐是因为喜欢我吧？几位姐姐不好了，公子出事了。 精彩的演出可不能没有你呀！公子，我们今生缘分已尽，只有来生再见。是我没本事，保护不了你们。别这么说，我们不怕死，只是可惜了姐妹们千年的修行。 也可惜了这世间，竟还有如此冠冕堂皇的恶行。公子，你是个善人，所以我们姐妹们决定将全部的元神都交给你，希望你能快点强大起来，去除邪恶，匡扶正义。不行，不能这样。公子，你就别再推辞了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，请你替我们好好活下去，让我们姐妹们的修行福泽四方。废什么话！